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学学。现在呢，我人在计程车上面哦，要去台大的 CWT。今天是 Day Two， 想说很久没有去场次了，就去找朋友走一走。虽然说今天没有出脚，但其实这样也比较方便我录 Vlog 啦，比较轻松。等一下呢，会先去跟我们家的双子会合，耶、yeah ！那我们现在先去拍一般入场吧 ，Go Go Go！ 这是今年的首张，是每年都长这样吗？也、欸、不是、欸，哎，很久没有盖首张了，对对，都会换。现在我们已经顺利进场了，就没有排到队。大概十二点的时候，大家请看我身后这一群，全部都是人。虽然每年都会感叹一次，但是 CWT 场次真的超多人的。我今天口罩应该是会戴一整天了。好，我们刚刚稍微在三楼跟一楼的地方都有逛一下了。今天人潮虽然说是 Day Two， 但我觉得也是蛮多的。接下来呢，我的重头戏来了，我想要去场外稍微晃一下下，有一个小小的目标，我想要看看可不可以邀请到世界计划 Pro Sega 跟其他我喜欢的作品的 coser 们跟我一起拍动动，希望有人会理我。Let's go。好啦，那现在晃了一整天，我们今天在场次的行程也就算结束。再来要去到今天的重头戏，我们要干嘛呢？吃肉，没错，我们要去吃晚餐了。那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了，我是雪雪。喜欢我的影片，欢迎订阅、按赞、分享，也欢迎开启小铃铛，这样 YouTube 就会提醒你喽。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